怎么用肩膀？哦，我挡住了。啊，红眼了，好可怕！我要吃个迷药。好可怕！还要我带墙壁。他是杀死。哦！哇，我闪过了。黑，那是黑狼，战痕黑狼鸟才有的招式。我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象棋老板。好，你是了。他击倒了。啊！不要捉我的。他敲下就感觉超硬的哎。我要闯起来。没事没事。先冲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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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深仇大恨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它是扩散型的那种火焰！哇哇哇哇哇，烧了，滚一下！哎、欸，直接倒了！晕了晕了晕了！好位置，好位置，雷狼来了！啊，雷狼我怎么来的？雷狼的声音啊！来，准备用撞雷，让雷狼撞一下。等一下，提升晕了，要提升了，要提升了。他吃大便吗？雷狼吃了。会啊，雷狼会啊。哦，狗吃屎嘛，好好合理合理。对对对，吃的可厉害。去吃屎。还要破坏部位。破坏了。好啦，那攻一下啦。我被火，我被喷下来，干嘛？不给喷啊？跟我想象中的又不一样。你再吵，我去忙了。好火球之术哎。没有。不，这叫风仙花之术。是吗？好货，凤仙火啦，凤仙花，真的叫有叫凤仙花的啊？有叫凤仙花的，有赌多少？有凤仙花没错啊。你要赌多少来？谁的、啊？谁的叫凤仙花、啊？真的啦。火盾啊，火盾啊，凤仙火吧？有啦，凤仙花，凤仙花是更高级的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像一开始是大火球之术，后面变好火球之术啊。有印象了没？那有没有好大大火球？有好火灭死。好，我好火灭却吗？哦，这是灭却哦。我记得没错吧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灭，反正就是。还有晕的。KO 的机遇。虽然我这场都没打到头。基本上保是我们我跟 HT 包办的。我知道啊，你看他们站起来了，你看他站起来了。我的错。我操，这是想干嘛？哦，掉灯掉灯掉灯。哇，直接侧面呢、欸？他那个是连招啊。哦，蓄力了。哦，我可以跑了。不、哦，九个。我傻，我在傻。有了有了有，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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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。哦，枪又来了。哦，没事，高低差。哦，如果看到我没动的话，表示我在 Google 好火命啊，凤仙花之术。哦。好火灭仙花，晕了晕了，好，投投投投投投，哎、欸，等一下 HT 要不要打迷弹？没有，我打错子弹了，也没事。好好，等一下我试试看。不知道他好不好？我会忘记做子弹，然后他干嘛？就会哦。没有，没事，我可以吃定药。这他要倒，好，他晃眼了，晃眼啊！我刚刚就想抓，想抓，干嘛？想靠那个翅膀。画吧，好对吧？他找不到。好，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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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打美弹好了。
他还黄眼呢，然后打明道。没有，我先打个两颗预备一下哈。哦，不行哦，红了。睡了没？还没。我也在打明，可是还没睡。睡了。睡。打没？交给你了。下一个打麻哦。好，可以。转那边。我的麻蛋呢？直接打了。一行就麻，一行再打一行。我已经打了三颗了。然后毛，麻了，对啦。哎，我的侧山呢？现在这个单发拉了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忘记做，然后就直接跳掉，你就要自己捅。对啊，我就习惯了。我现在都是看到剩最后一颗。这什么啊勾？为什么我又是被你们打到啊？好呀，我被打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是我一直被一个很像火的东西烫到，可是没有伤害，是队友的吧？对对，队友的。是哪一招啊？那是我们侧甲，那是我们侧甲。哦，侧甲很火焰变伤的范围变很大。他可能之前没有感觉，因为不我没耐冲吗？啊，我去补个子弹。哦，这套没耐冲啊！哎，他在落石区耶，又可以来北部操作了。啊，北部操作，又可以来一，好算了。什么北部操作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看到没有，南部了。天哪、啊，想干嘛？没干嘛，南部很好，我喜欢南部。Yeah. 有机会哈，真的啊，我想去住南部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来住我们这边？你是不是不想来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哪边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进站要先上，不然我会被围殴。围殴什么？你们打，你们打。我最喜欢在旁边看了。哎、欸，洛斯区没有，在洛斯区啊。完了。队友在观赏。我放陷阱嘞。还是要过来没有了，为了在这里，他怎么只盯着你啊？过来！啊，没打到！哎、欸，有了，好猛啊！还没有倒哎、欸！我看不到他有没有骷髅头呢，我怕死掉。没有啊，我对他也超少的。都要打、啊，不然你可以先尝试。他现在只有看到肚子而已，可以骑他。对啊。砍刀，这可以撞的吗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试试看。啊，果然不行。有是有机会，我去。哦，嘿，那我可以骑西瓜过去吗？它会飞啊！哦，有个陷阱哎、欸，这谁放的？我啊！我刚想说把它麻在下面啊。好啊，陷阱在哪里啊？它现在倒了，在麻痹陷阱，不然。在落石陷阱隔壁。陷阱在哪里？在麻痹陷阱那边。是，也是没有讲错啦。我要猫了。我要哭的是奈斯，不是我，是他。我在这里了。哇，这招真的是好看哎、欸。对啊。好大大火球。我只好边吃着青菇边看这个画面。他是要过来没有？冲啊！哇！哇我打了两颗棉弹呢、欸，说不定再打下去他就嗝屁，差点点的差距。好，十秒啊，剩下十秒秒杀他，可以，一剑秒杀，外挂开出来，至少抓他虫吧。你昨天不是跟我说你有买麻烦心，你快开。我买什么外挂、啊？我没有啊。昨天是别人讲的吧？哦。无赖大会哦，白痴哦，你在吓唬我。
哇，好大颗哦！帅气，帅气的啄。那个哇，换鸟容易。飞燕体术哎，很棒啊！好烂哦。痛击准备。哦，手缩短珠线，哇，多一颗，爽哦！耐障，滑爪攻击，小金滑爪回避。啊，小金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哇，赚哦，好耐斯哦，真的好耐斯哦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五次哦，应该是我用海伦香耐斯。靠呀！看现在能不能做我的长枪了？做哪一把？黑猫鸟长枪啊！我一直想做，帅。嗯，我去看一下。可是战和黑猫鸟会有多什么素材吗？又强又帅。还是力战黑狼鸟的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拿到黑狼鸟的钢翼啊！我要他的钢翼啊！哈哈哈！你打头不打翅膀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我不知道。哎、啊，你的餐票嘞？开啊！啊，我要装脉冲。黑狼鸟，黑狼鸟的派送，我看一下。我这场只炸他翅膀。不要了。啊，对啦，这套没脉冲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跟变冲。哦，还蛮帅的。又强又帅啊！毒鼠嘛，然后又25%彗星，不错啊。伤害高，然后彗星高，然后还是毒鼠的，还行。只是掌位有当附加的，有点短。掌位就要靠阎王来锁啊。对啊。嗯，靠阎王来锁的。现在还没有监视面镜可以用啊，这一把可以拿来让我过渡用。可以啊。现在是烧鸟跟尾王的长枪在互用。听说烧鸟可以用到最后了。烧鸟的很强、啊。对啊，我记得他不是有高彗星，不需要磨刀，而且高彗星就是击伤低了一点。他尾王是击伤高，可是很常需要磨刀。他的掌位太低。你就算撑降上去，他的直斩跟白斩还是很。要进来没？正在进，我还没进。分析都还没进，好夸张，好夸张。哇、哦，你这炮灼金是加倍的呢？啊？啊？他这个任务的报酬金是加倍的呢？不错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打了。我捡了那么多力战痕迹，又给我的是飓风的任务是怎样？好好、哦，飓风，真不错，真的不错呢。说不定你刚好缺飓风的。哎呦，我看那只猫在锅子上面玩虫。是蛮可爱的啦，可是锅子上面有虫哎，听起来就要洗了。然后整只猫掉下去，掉进锅子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又要拍又要开始那个了？没有标签话题啊！我也要挖矿了，加油！没事啊，找到了，再喝水。落石冲，我跟奈斯直接被丢过来了。好哦，你是不是直接被发现了？你要直接干嘛？拜拜，就只好硬干啦、啊，都被丢过来。我走啊，有人走了。Nice， 不愧是 Nice。奈斯，你学坏了。我来了。雷狼龙，你要不要先打、啊？没弄哎、欸，我们究竟没了一半血了，还不走吗？哎、欸，可以用落石吗？有了，落石落到了。还怎么只剩下我在这里啊？哦，就还在营地哦。
啊，我想说还有个 HDT 救人。啊，你们两个加油，交给你们了，不要让他起来。是哦，啊，就奈斯走了，我就走了、啊。哦，那我溜他一下。没有，奈斯到了。他现在还在追着我。对啊，到，我也到了，我也到了。我也到了，我也到了。我开撞。哦，我没有捡到石头哎。捡到了。啊。也追击了，有有有 ，nice， 没体力，够击败，打死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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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小心敲你，红了，好吧，我先躲起来。哦，下来了。雷狼龙，我去撞他哦。好。哎。哦，看起来很生气。啊。他直接跑了吗？不是，没撞好。哦，警派警派！哦，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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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接招哎！帅耶！花个1000多块买这个黑狼鸟的特效，划算。你也花太贵了吧？不是啊，享受啊，买冰原 DLC 享受这个特效啊。哦。还有很多狼我还没体验到哎、欸。这还有很多狼啊，很多龙。被 combo 死了。多狼。只狼。只眼。只眼黑狼鸟。欸、黑狼狼枝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打不过 FPS 的枝。你现在打的是战痕，战痕黑狼。战痕，我知道啊，枝眼是另外一只买，不啊？对啊，枝眼是恶名系统才有的。我记得他枝眼的眼睛有特效啊，倒了，有啊，不是就少一只眼睛有特效的。啊，然后战好像只有少一只耳朵吧？上轮就只是普通的黑狼鸟斗转了，这样子。喷火！不要给你。哦。Exo！ 看到了。啊！我去不死蛋。掉了，没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啊，有留下来了，失衡的吗？留下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也跟很极限。啊，我的聊天室不见了，我回来了，好，没人打。那他怎么在那边啊？是，那种痕迹都是雷狼龙的。你打捡啊？搞不好有3金的呢，4金的呢？有梦想吗？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躺着的咸鱼，我还蛮喜欢当咸鱼的。我也是，但最近蛮想当姚一曼的。哪种姚一曼？想来个广域化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哎、欸，哪边的那个啊？急躁比较多啊，急躁蜻蜓。因为有个任务要大金的急躁蜻蜓。好吧、哦，鹿珊瑚吧。鹿珊瑚的哪里呀、啊？极躁蜻蜓会带。卖差啦！等一下我要听哈。是低处，因为某一个低处会有
会有一些。你说一号营地跳下来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一个，但有一个地方不就是你要爬藤蔓下去，然后有好像有些坎又可以挖的地方。那附近？你是说那个叫什么秘境吗？探险。可能是敢，他是不是飞走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在开撞。红眼的没，红眼的没，没有黄眼。我下去捡石头。哎，他翅膀是不是破了？有一个变破了，他的左边还，他的右边还没，你们的左边。好，现在打他的右边。我有钻破了，破了。我有。我劝你是不要哦。哦，没有力了。我劝你是只要打他哦。要睡他吗？可啦。哦。那我要睡了。大绿的灰。哇！一颗。第二颗。HDD 发出了女孩般的叫声。第三颗，快点爆掉！第四颗，应该差一颗的。啊，我还在喝水。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不子弹，不子弹。有掉落物。Hello。你有打麻弹吗？我还没打，我还没打。哦，我等打。来毛，打翅膀，我打翅膀。我这边一颗的，两颗。那应该再两颗就满了。那你打再打一颗、啊。我先装一颗好了，我再打。那我先打出去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他直接满了。满了满了满了。翅膀都破了吗？还没。没有，你现在打的那边没破。对，发光的那边要打。啊！搞毛没掉落物啊？是吧？没有石头啊？没来灰喽！哇哦！掉下来了。好了，翅膀爆了，妈。有翅膀破了，两边都爆了。好，要打头了。三边都爆了，一块爆了。但是快死了。他飞的方式好像没有呢。我看他很开心哎、欸。但看飞的方式貌似没有快。来，十一号营地 ，Go。黑蓝秒掉落物。我没有捡。我好，我有捡。是飞这边？哎、欸，不对耶，是上面呢。啊，是上面吗？十七号营地。十七号吗？对。那等下再飞啊，先不。那是火龙巢吗？感觉是的，那位置。没有，在下面。不是火龙巢。哦。对啊，是那个，是啊。有、哦、有那个闪光闪光从那个地方，哎、欸，他飞走了，他走了。没有没有，他看到我，他看到我。他下来下来下来，等你们，他谎言。我正在努力的走过去。哦，苍火龙的巢。苍火是在这边吗？苍火是在下面水，火龙在上面水。他们分家分的。应该不是。哦。中家跟分家，没错，私生子。这边有妈妈的味道。哦哦，听起来很妙。妈妈吗？他、啊，你看他多生气啊！我的，我觉得要先放一个陷阱踹踹看。我来，我来。好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
啊，我的妈！还没？没有，好，继续。晕了。你说战痕不怕地洞对不对？还是他生气的时候会破坏地洞？哦，我记得好像在生气还是没有生气的时候不会了。没有生气的时候不会，生气的时候哎。没有生气的时候会破坏地洞，生气常不会。我起啊，我被打成智障了。对，没错，我被打成智障。红雷雷，我怎么是在这边复活？哎、欸，乖乖的，我怎么飞到一半掉下来？不要搞他！还打我，还打我！我要解毒。哇，他撞两次，我刚好跳走两次。西村。我把它骑下来之后，我再放一个陷阱试试看。好，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他跳，他跳，他跳，在下面了、啊。嗯，他看菌株。我先打两颗棉弹的、啊。啊，好啊，那个打，打喽，打了，有了，哎呦。金子刚刚好，金子，不是啊，哎，金子跑了，哎、欸，敢跑啊，跑了、啊，我挖地洞啊，我的错，希望给翅膀，嗯，有啦，会在我这。有哎、欸，黑狼鸟的钢椅，我有两个哦，纯水机，逆境攻击，绝路达人，绝路攻击，拔刀治愈，我刚才缺两个。疾飞五次哎、欸，哇！哇，是帅气的啄差一个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会再打一次啊？会？会吗？不是会吗？看一下，不是啄东西的啄吗？会啦，是鸟会的会啊。鸟会是降念没错。那啄是另外一个口部吧？想啄谁啦？那 他一直啄我嘛？代表他很喜欢你啊？那你是嘴我哎、欸？嘴你啊？你那种白目的嘴，还是出一张嘴，都一样。参加了，还是江江你要打我？突然发现我不知道做什么哎、欸，我的话就是去挖那个啦，巨魔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说你要不要打、啊？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黑狼鸟的材料、啊，要，那给你吧，但是我能打那个吗？可以啊，二十四而已啊，哦哦，对啊，让你打、啊，除非你没有打祖先过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不会有这个东西，对啊，现在。我下一套就是狩猎底妆啊，可是感觉就跟这个无关啊。狩猎底妆是麻烦的种，因为你纯辅助伤害就很低啊。嗯，我不需要伤害啊，伤害是你们的啊。啊也是哈，那干脆就直接轰轰全套或者是围完全套而已、啊。对啊，
结实。而且你只要带那种防耐心的话，可以撑很久。嗯，当然穿完一件之后脱掉就换，可以换另外一件，另外一件无限轮回的。嗯，你那效果就一直在。行。我现在都是先穿一件那个它会对应的属性之后，再随便穿一件。取吧，好看看。对啊，这个字不是左吗？这是会吗？是吗？这是左啊，会不是这样写啊？可是左是一个动词哎、欸。可是会上面不是这样写啊？会上面，所以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帅气的左。左是左上面没有那一个。那个什么口吗？对啊，左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，那个会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啊？左没有。我查一下，其实我没有注意看诶、欸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道歉。我来看一下哈。还是两个其实是一样，只是简写而已。到诶、欸。真的，我记得左没有上面的那一个，没有，然后会有。我现在看看左旁边是那个。有点像种，不知道是不是念种。然后会上面旁边是一个绿色的，是绿色吗？还是圆？很像圆状的圆，密布变成口部。阿卓是旁边是一个那个猪哦、喔。对啊，猪左边那个，所以这是左啊。怎么是用左啊？对嘛？你看，不是啊，理论上不会用动词来形容一个道具吧？哦、只考国文80分呢、欸，我国文没资格哎、欸，我对不起，我国文没及格过。是，嗯，很奇怪啊。不是啊，他就是用左嘛，你想怎样、啊？不想怎样啊，都花钱买了，我还能怎样？你可以再花2000块加改，说不定他会改。只为了我吗？对 ，Only you。他说可以考虑版本更新。版本更新项目只有一个，嗯，帅气的我们已经把帅气的左边，这一定会上头版的那种游戏、嗯、头版，然后还会吃饭，还会 PPG 到爆，我也觉得会怎么会用左？对呀、啊，然后开始站起来，还有跟我国老师吵架，然后其他人就开始圆上，我觉得左比较好，为什么要改？这很 PPT。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吃饭。他还在研究是左还是会。就那国小那国小的国文那个有不是暑期作业都在干嘛？大家来找茬。有，哎、欸，那个很烦。请问黑狼鸟掉的是帅气的哪一个？左还是会？谁知道啊？这个是逼死那些学生、啊。有玩魔物的力。掉的是这个金色的羽毛还是银色的羽毛？一下涉及剧情，不想爆雷就跳过这一题。要出了啊！我又被黑狼鸟干了。还在上面啊！谢谢，不错。各位再见，我没吃饭。你还没吃啊？我刚刚在研究是左还是会。你顺便找那个啊，好火那个啊，凤仙花。好，我等下找是凤仙花还是凤仙火？还是凤仙花火？还是你要回去吃了？日向花火，我看到你躲在那边的啦。我知道有日向花火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凤仙花。有啦，凤仙花，它就是用花的名字来当技能啊。它这个机关枪怎么回事？所以它有凤，所以它有菊花火吗？你光小啊？不是，它不是用花的名字来做技能，也要好听啊。哦，那紫罗兰火嘛，好听了吧？等一下，谁要负责撞一下？蓝军，那事交给你了。冲杀小，你还有爬？我在跑酷，你在那边叫一下，我突然差点摔下去，妈的！那这边要跑超高的吗？怕你没有跟我们一起打，没有那个感觉。我有，我嘴巴也在动。怎么跟江江差不多？啊？一直在吃。可是江江有中到，
他动嘴巴是动他自己呀、啊，啊，我动是动到跟你们啊。你动嘴巴是为了嘴我们？对啊，没有撞到、啊，随便。欸、我以为那台阶可以撞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对不对？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反正撞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我只觉得可以而已。他很生气啊！哎哎哎哎！哦，你妈，对超，这边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下来了，跟各位说，可以买个魔，是不是可以买个魔物猎人，带自己喜欢的人来这边一起赏雪赏赏夜景。没错，这个约会好地点。然后带他抓这个水母。这个抓水母的。等下你女朋友过敏。他说：“宝贝，我今天带你去抓那个月羽水母哦。”哦，争夺地盘呢。哦。哇、wow、哦！哇，好帅，好帅！其实真的蛮常出这个水母的、欸，哎，来五次有三次都出来、欸。那争夺一次，那是稀有的吗？算稀有的，抓一次八百点哎、欸！啊，看我抓八百点，我刚没挖钢龙的尸体，钢龙的盾壳。哦，你说那个钢龙的外壳啊？对啊，可以挖，可以挖四次，一次250。有吗？可以撞哦！又晃眼了。因为后来我定位，我感觉都在帮你们追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帮谁？帮你们那个啊，就是撞啊，然后击晕有的没的啊。感觉就是不需要输出啊！啊！我说你撞的比较稳啊，所以我们不会撞啊！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说我靠腰，让我讲完哦，所以我才说我这就玩辅助类的啊！到底，我觉得我要被踢出去，你们是有什么障碍？啊？没事。说你功力很倒，哎、欸，我被炸了，谢。细喝，细喝。妈，说你帅也要细喝。嗯，看来是不太那个、啊。在 care， 在骗啊。他这个喷。射过来，好好笑啊！这是预兆啊，这是小蜻蜓啊，行窃预兆。哎、欸，让我装填子弹了，大哥。我睡他、啊，那个知道啊，他跑了，不用了。来不及了，他走了。先砸一颗压压惊。我等下睡好，好了解。我想到他还没有红眼，就先红光给他选了。这个吗？这也是预兆吗？对啊。看八号人说这边，嘿，我就来这边看看。好，我看。你要看前面还看后面都可以。罗毛硬毛样机，哦，粗毛样机啊，好难听哦，硬毛样机。啊，看这是硬邦邦的什么鬼东西？硬邦邦的什么票不是吗？这是啦，就是硬邦邦票啊！你讲完了？对啊，啊，刚就讲硬毛样机啊。哇，你们好难沟通哦。哎、欸，你觉得他在硬凹的程度？你断麦？你们到了吗？我说硬凹的趴数大概有多少？到了吗？你直接开讲。啊，一个楼一个硬啊，哪一个楼一个粗？好，再花2000块叫他改。好。不是
千啊，你要改两个字要四千啊。我说我在花嘛。好，古代诶，总一次出两种鱼，不是两种化石鱼诶。这种不是五倍吗？好。我是找投射物一下吧。去哪里啊？哎，他跑来找我了。啊，七到了。嗯。那我先解决掉了无限。继续打了。还红眼了。睡哦。那直接睡了。你刚打一颗了对吧？我打两颗了。第三。小心啊。不要。第四。五颗。好，我们。住手各位。我看到上面那个钢塞的，好。钢塞。别担心，他不会伤、啊、他不会伤害。我怎么是爬不到啊？几百狼，完了！哦，被喷出去了。哦，风雪哦。没有。没有。哎，我一直抓不出东西来，生气了。没有。要打麻吗？我在补血，你先搞。很骚呀，先生。他会去哪里啊？又去哪？干火了吧？啊，刚刚那边吧。我去有可能。那就先飞吧。对，没错。这场足迹好少，我这场跟上一场都没捡到什么。是啊，你说你们那一场很少。刚刚上一场跟这一场都很少。那因为我们没有去北西啊。你在干嘛？什么北七？北七，北雪爱。北西营地外面才有哦，北西营地哦，对啊，北西。因为我们这场怎么北七？猪猪无敌，真的假的？他又要叫了。哦，晴天，不稳定器，鸡克马蛋。哇，他跳起来躲过我的马，躲过你的马吗？第二颗马蛋，先不用马了，他晃眼了，他晃眼了，可以先撞。啊，直接撞。不过前提是要撞得到，就是。有 nice 啊！按错了。干嘛？起飞？Nice。哦吼！在叫啊！第三颗马。为什么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晴天白天了、啊？看地图，他是说晚上啊。四颗嘛，啊，可我跳下去了。第五，按错了，对不起。